这栋房子呢，你光看外观，它也是非常大气的，然后透着一颗，里面还有一颗黑松。我从这里过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大门做得很漂亮，后面才看到房子的。呀，两边都有黑松啊，两边各一颗黑松，看看去有没有人在家。这种是什么材质的大门呢？这也没有门铃的。啊，要刷脸的。啊，不知道哎，门铃。太高科技了，不会用。这不知道去哪儿找主人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这个隔音其实挺好的，估计主人听不到。刚刚打听了，听邻居讲这一栋也是他们家的。哇，这一栋开着门的。哇，你看里面的景观，盆景。还是要按个门铃啊。连接车，我看到狗就跑。请按键进入留言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是主人是吧？无人应哦，我看到您这盆景搞得很漂亮，可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我知道看有国务界的话，我看、肯定有客人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哇，你这太有意境了。哦。这都是您。好，还帮我管着这个狗，太感谢了。您帮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您这些盆景这么漂亮，我很多都不认得。我应该不知道。您也不知道？哦，是您儿子买的。这是东北黑松，这个也是罗汉松，这个是黑松，黑松，这个是黑松。哇，怎么您儿子这么喜欢这些黑松呢？爱好啊，因为我是从您那一栋房子过来的。他说那一栋房子也是您家的，斜对面那一家，我就看到那两棵黑松漂亮。邻居说他对面还有，您到对面去找。你看他每一棵树的造型都不一样，真漂亮啊，好有意境啊，就感觉像枯木逢春的感觉，都是老桩，然后生出来一个新的枝芽，长出来好看啊。太漂亮了，太有意境了，你看。这要是种在水边，这个树好神奇呀、你看小小的枝芽，然后底下是老桩，这全部是黑松，每一棵的造价都不一样，每一棵的造型都不一样。要做造型啊，每年还要做造型。这连边连这个盆连住花300多，关键这个盆怎么都是10000-20000，盆都是10000-20000的。这一棵人家塞了6万5，这个才65000啊。65000就贵了，你觉得贵了？10000就不得了。时候又不时候。这个东西是喜欢的人就值这个价，不喜欢的人，老板有钱他不知道人家怎么宰他。这一栋楼、我拔过差1000万。这一栋楼啊？我在这里拔过差1000万。您这什么时候建成？我盖房出生的了。哦，那难怪了。70岁了，50年代的人，我怎么不懂啊？房都是我自己盖的。那一栋也是您自己盖的？自己盖的。那2006年盖的。那一栋是2006年盖的，这一栋应该是2015年的。你哪里的？我是湖南的，来梅州这边玩的。刚才我说本地话，你怎么听懂？我没听懂啊，你没有讲本地话呀。来了5-6天了，就到处想体验一下这边不一样的，跟我们那边。到每家每户去体验他们的房子啊。对对对，能到是能带我到里面见识一下您家的豪宅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那怎么称呼您？我姓陈。陈老板，陈总，陈总带我里面。老陈。哎，陈总。好好。他外面全部是挂这个花岗岩的。里面是中央空调。里面还有中央空调。对啊。见识见识啊。这每到一个地，这里还有地下室是吧？对。地下室做什么了，陈总？投影室。投影室。哦，唱歌的。影音室就是。啊，对。哇，您家这个搞得气派呀、它都是红木的，进来你都可以闻得到这个红木的味道。啊，陈总把灯打开了。哎呀，这个中式的感觉好哎。关公，这个还有一个客厅。搞得太气派了，6-7千万，这个六七十万，红木的，这个应该是大红酸枝哎，对的，黑酸枝，黑酸枝，厉害，就这一套就70万，那您这一栋房子整个，我全部加一起，加一起，
全部是这里钱，盖完花2000多，哦，家具花3000多，家具花3000多，比房还贵，我天哪，比房还贵，比房还贵，这地板是玉石砖，玉石砖的，德国的，博德的。哇，难怪它金光闪闪的，看起来啊！这一块我当时在外面一块2400，一块就2400呀、啊。然后我感觉您这个中堂摆的也漂亮。啊，可以，你过。好，我来真的长见识了，能弄得这么豪华的。你还是要少见面了。啊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上面呢也是那个木雕，对吧？对。你看它的灯。打出来金碧辉煌，像宫殿一样，这么大气的客厅，堂屋应该是，两边还有画，这是名家之作吧。然后中堂上面旁边还有这个叫什么椅忘记了，想不起名字了。这里总共是花了5000多万，就是装修比盖房子还贵。地下室我在参观的时候可以。好好好好，感谢陈总，感谢陈总。哦，这是书房，厨房餐厅啊，餐厅，这是孙媳妇，孙媳妇、啊，看着您好年轻，孙媳妇，我50年在的还年轻啊。这里是厨房，啊、这同时20来个人在里面干活没有问题。这一栋楼400平方，一层就400个平方，啊、对了，好好，真豪华。然后所见之处全是红木，可以看得到，就这些柜子都是红木的，难怪这些家具比房子贵。它上面的灯也好有特色，你看上面那几盏啊、哦，很漂亮、嗯。这个是餐厅的一盏大灯，然后它的吊顶搭配的非常豪华，很大气。好，谢谢陈总，谢谢陈总。行，麻烦。地下室可以啊，可以带我参观。来了，我带给你参观。好好。人家在那里喝茶，不然我全部带你看看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我好喜欢您家这个位置啊。地下室是影音室，跟着陈总去看一下。这楼梯也够宽敞的哦。它每一处都很豪华的，你看显得大气啊、哦。这个影视厅放在负一楼是最好的、嗯、因为它隔音效果比较好。哇，您这跟个大舞台一样哎。你看它还有这个罗汉床。这以前的皇帝都没有这种享受啊。太豪华了。这里是什么呀陈总、嗯、这里是什么呀、嗯、就是正前方这个茶。这房间都是地下室白色的。我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大班台。哇，您家是做这个都是自己收藏的吗？哎呀，这都是我儿子收藏的。哇、哦、你看一下。哦。他这个应该是金丝楠木哎。对。这全是金丝楠哎。我见过，我在别人家见过。哦。这么多。这是你厉害了，这就是一个仓库都没有这么多，你看到没有，全部是大的笔筒，而且它尺寸很大，比一下一扎多。全部是一扎多，那你这一条都要上百万了，陈总，你这一条摆的这个金丝楠的都要上百万了，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啊，这个是什么材质的，陈总？不知道，很香，很香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是个茶室，哇，全是收藏的，就是金丝楠木啊，然后全是笔筒，大的小的，这么矮。整个是皇宫的气派，你看，然后它一面的玄关全部摆的是这个啊，全部都是。这里还有根雕，见识了，真的见识了。嗯、这豪门大户就是不一样。哦，从路边也可以出去是吧？哇，豪车呀，这个豪车呀。A8 的。A8 呀、啊。然后这个是路虎的对吧？A8。300万，有钱人陈总，有钱人，谢谢，感谢陈总。这边是陈总的另一栋房子，这个就是应该知道是黑松嘛，黑松，这个是黑松。我发现你这个大门配上这两栋，真的好漂亮的，好漂亮。15万，15万8了，
那一颗中间这一颗158,000，这个应该是我们上一次看到应该叫黄杨是不是黄芪？这一颗这块树干或者给它碰到断点，不然特别紧。哦，这里断了一点点了。因为这个尖尖的，既然来了，你堵哪里？我把这头一层这两个东西开给你。好，感谢陈总，太感谢陈总了。这个是什么材质，陈总？千里马。千里马。这是木雕，雕刻的工钱只有100多万。雕刻的工钱就100多万。是的，这里是这一块板整会，参观这两个就可以。好，这也厉害了，这两块就不得了了，就开了眼界了啊！进来就惊呆我了，真的。千里马。来一个，能照个相吗？啊，可以，你上。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细节啊，看一下，每一匹马都不一样。只有你站在那里才能比得出这个大板材有多大。多长？9米3。9米3。宽度2米。厚度25。哦。一点点小小的心意，哦、谢谢打扰您了，陈总啊、哦。希望您能喜欢我们家的特产，这是。感谢陈总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